昨天北部真的好冷，淡水啊只有10度呢，大家出门包得紧到不能再紧。不过你看看，真的好反差哦，垦丁依然是艳阳高照，恒春温度来到了26度呢。南北的天气差异极大，主要是因为啊昨天冷暖空气正好在台湾的中部上空交汇，所以南部昨天天气很好。不过要提醒南部的民众，今天南部也将从暖暖的晴天转为略冷的阴天了。 低温掉到只有12-13度，还可能会下雨呢。南部民众也要多多保暖。